好，台北市教育局在今天有最新的指示了，台北市国中跟高中从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实施线上远距教学，这相关的消息呢将会在今天下午的防疫记者会上来宣布。相关人士呢表示说，这不是因为疫情，而是因为因应疫情演练线上远距的教学。根据了解呢，不少的学校都已经收到了消息，依照了教育局的政策指示，台北市中等学校停课共识会议来决议，台北市所属的国中、高中将会在4月25号到29号实施全校的线上远距教学。水神抗菌液呢，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是温和不刺激，所以呢是没有残留、没有污染，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，小朋友、孕妇都可以用。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，也可以输入燕莹的推荐代码 CTI 我发发，好，可以有折扣哦。